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
甲你讲吼，我今仔带你来看阮囝，阮阿宏吼，伫电视台咧唱歌咧赚钱，吼，伊安怎啦？大姐，你哪会来遮？你好无？哦，我袂歹啦。我出国赚钱，啊，这钱拢要你，足久无看到你啊，足输了。哦，十外万有哦。哦，啊阿宏你哪遐敖？无啦，我辛苦啦，你嘛辛苦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我今仔要装卡带一个三姑啦吼，嘛来看嘛，你有介意无？伊吼，迄个腰束吼，那个胖。尻川阁有够长个啦，你有喜欢无？一个赞，一个赞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咱有钱，啊安尼咱随随洞房，眉头抚顺哦。好，赶紧来洞房。小姐，掌声欢迎！杨毅老师好。哦，今天这个打扮，盛装打扮，一定有什么特别节目要表演哦？对。哎呀，哦，不简单。今天你这个服装是，你是讲你们适合要表演什么这个什么节目？什么样的节目的形态你会穿这一套打扮？哦，歌中剧。歌中剧。嗯，对。哦，啊，歌中剧有几个人？一个人演双簧吗？没有，我还有两个搭档。还有两个搭档，那这两个搭档是谁？由你把他介绍上来。一个是我老公赖振宏。好，来，赖振宏赖先生，请上台。还有一位舞蹈老师张慧敏老师。好，张老师。对。啊，来来，请到我这边来，张老师，请。张老师。哦，歌中剧对表演。哦，那这出戏哈，我想这个制作费用一定不少钱了哈。嗯，对。但是听我这样子偷偷的打听一下哈，这个执行长他当会头，我知道他当了一个会员1500的会，好啊，结果你标了三个是不是？对。哦，那一共标了4500块就要演这出戏哦。阿尼哦。啊啊，这个这哎，我你上，我上。阿龙呢？阿龙呢？阿龙呢？好了，我讲故事，阿龙有的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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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有的是，哦，现在代表来大家很喜欢嘛的哈，哎，你讲我不懂嘛的哈，哦，这一出戏是代表日本风的歌中剧，对的，哦，阿尼好啊，这个曲中的名字叫做什么名称？秀女的吗？加上妈爸的吗？哦。两次曲子，然后表演一个歌中剧，对，而且请在表演的话，你都太辛苦了。这个执行长都当会头，1500的会头标了三会，好，大家一起来欣赏今天的节目来。看，好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